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辽宁对北京的第三节的比赛。漂亮！哎呀，上不上这个暴扣，可惜了呀，浪费了赵继伟手术刀般的传球啊！看一下这个球啊，赵继伟的传球非常的到位啊，这个球。哎呀，可惜跳得不够高，浪费了，真的非常可惜啊。北京队看能不能把比分追上来，让比赛更加激烈一点。方超巨对位郭艾伦，险些失误啊。现在辽宁的对策就是持续压迫北京的防守人啊，郑凡博，郭艾伦突破传到外线，赵继伟，好球，张镇麟，哎呀，短了。今天辽宁的三分球投的不是很好哦。哎呀，这就是辽宁持续压迫控球持球人的造成的效果啊。方超巨刚刚一个失误啊，辽宁也出现了一个失误，礼尚往来啊，这是。看郭艾伦，郭艾伦传给郭源，三分，中投没有进啊。传说方超巨跳投，哎呦，漂亮！李慕豪这个球，李慕豪这个球就应该直接扣了呀！天啊！这么高的个子直接跳起来就扣下去了，传多一下就失误了呀。看一下北京队的进攻，我们好，利夫三分没有，篮板拨出来，再来三分，好球，田宇翔的三分好球啊，这球看一下，田宇翔的三分 beautiful， 很好啊，直接把辽宁队打停了，这个球你看，田宇翔连得五分了，刚刚也是一个突破。喜欢我的视频双击加关注，有观看前面比赛的观众，我都有发全部视频，谢谢大家。